呃、啊，我看，我看大家说这个难度还行，是吧？还行啊，其实就可以的。如果说呢，大家觉得有些问题，咱们也不妨再去补一些。我觉得、啊、我讲这个数学已经是把这个数学讲到最简单、最简单的一种程度了啊。我觉得难度啊并不是很大的。 然后啊，咱们要来说，就是说刚才呢，咱们定义了一个 l 西塔，我要使得这个 l 西塔它的值最大吧。那么咱们来看一看啊，这一块咱们现在有一个累乘和啊，一个累乘，咱们想求极值，难度大不大？难度很大吧？能不能把这个乘法操作稍微的给我化简一些啊？把乘法。 就是乘法来说，能不能给我转成加法？加法我求起来很简单啊，所以说在这里呢，为了使得这个求解更容易一些，咱们引入了另外一个函数，叫做对数自然函数。我们看这里加上了一个 log，一个 log l c 特相当于什么？它相当于求了一个对数吧？求对数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 log 里边是 a b，它是求完对数是什么？ 它是一个 log a 再加上一个 log b 吧，也就是说呢，对于现在啊一个啊现在啊咱们的一个乘法操作，我进行了一个求 log 之后，我可以给它转换成呢进行一个求加法的操作啊，咱们就只通过这种对数自然来把咱们的解巧妙的转换一下。求 log 之后，我们来看当前我加上了一个 log 啊后面还是后面也是的，还是照抄下来。 对于求一个 log 呢，我们来看这块儿，它是一个累乘 log。我刚才说过了，log 一个乘法相当于是一个加法的操作吧？一个 log a b 就等于 log a 再加上一个 log b。所以说呢，这一块儿我们就给它转换成了一个累加和吧。刚才是累乘，这回变成累加。累加底边是这样一个对数的操作，就是说把上式啊右半部分还是照样给它落下来。 做下来之后啊，咱们就要进行一个化简的操作了。我们看这里，它是不是又有一个乘法呀、啊？根号，我把它这块框起来，这块是这个 a，然后呢，后面这个 e 的指数次幂，它是这个 b，里边它是不是还是一个 log a 乘 b 啊？那对于一个 log a 乘 b，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给它？ 转换成这样一个加法的操作，在这里我们又给它进行转换，我们把 a 和 b 拿出来，这一块因为有一个负号，所以说把这个负号落出到咱们这一块了，对于。 对于左边来说呢，我们看左边跟西塔就是这个参数来说，它是没有关系的吧？它有西塔吗？它没有西塔，所以说左边进行一个累加和，直接可以把这个 m 落下来，就变成了一个 m 倍的一个 log 还是根号二派啊西格玛分之一吧，2, 直接就可以给它落下来了。那么对于右边来说呢？对于右边来说，啊，我们看。 它是一个 log 的一个 e 的多少次幂吧？那这个对数和 e，它是不是直接就化简了？就是说这个 e 叉 p 和这个 log，这俩就直接化简了。我直接可以把右边这个式子落下来了吧？右边这个式子呢，它是一个负二分之一的西格玛方分之一啊，负的二分之一，2, 负号在这儿呢，二分之一西格玛方分之一都给它落下来。落下来之后啊，咱们来看一下右边什么？右边的。 右边啊，它是不是咱们要把前面的这个东西落过来了？因为它是包含了 C 的参数吧？对于每一个样本，咱们都要计算这个东西啊。右边还是一个累加和，累加什么？累加就是咱们再把 y，咱们的一个真实值，以及呢，咱们一个预测值，再落下来就可以了吧？那么这个就是说，咱们现在把一个对数函数、对数三人函数化简到这个程度了。 刚才给大家说的那点，就是说咱们要求一个什么样值啊？是不是说求一个最大值啊？求一下什么样的西塔能够使得我这个西塔跟 x 组合完之后，它的一个啊、呃，它的一个预测值跟真实值之间的一个效果是最接近的吧？就是说现在我要求它的一个最大值。那么咱们来看啊，左边这个东西跟西塔有关系吗？这是西塔吧？左边跟西塔没关系啊，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定值啊？它是一个常数值啊，它常。 常数值影响不了任何东西。右边呢，我们看西格玛方分之一，它是一个正数，二分之一是一个正数，里边 y 减去任何东西一个平方也是一个正数，所以说右边这个式子呢，它必然是一个大于零的式子吧。一个大于零的式子前面加上了一个减号，我还要使得它这个值最大。 那怎么办呢？你只能让你减掉这个正值，它越小，才能够使得整体的一个值越大吧？这块儿没毛病吧？我一定要使得它减的值越小，才能够使得它整体的一个值是越大的吧？ 那怎么样能够使得它这个值最小呢？我们接下来就要求一下这个函数。我们看，就是把它落下来，把它落下来，它跟西格玛方分之一有关系吗？西格玛方分之一啊，它是一个固定值，所以说这个咱们就不看了，直接把二分之一落下来，后面这个平方向再给它拿下来。 拿下来之后啊，就变成了这样一个 J s e t 这样一个表达式。这个 J s e t 啊，咱们通常情况下就把它叫做一个目标函数了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的求解，咱们就要求解一下什么样的 set 能够使得我这个 J s e t 的值它是越小越好的。咱们要算这样的一个值的操作。 那么其实啊，大家可以来看它通俗的理解是什么？通俗的理解就是说，嗯，咱们的一个预测值和一个真实值，咱们让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一个差异的平方向越小越好，不就是可以了吗？虽然说啊，咱们这样是咱们的一个通俗的理解，但是呢，咱们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？这个东西是由咱们一步一步，就是从最开始给大家来说，这个一个性数 i 它是一个误差嘛，从误差的一个分布，咱们一步一步推下来这个。 J 贝塔它是等于多少的？哦，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L 贝塔，咱们刚才不是已经算出来了？这个 L 贝塔它的这个不是 L 贝塔，这个 J 贝塔，咱们的一个目标函数啊，就是说，咱们现在啊有这样一个目标，咱们要求解一个东西了嘛？这个 J 贝塔等于什么？咱们已经求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现在就要来说一下这个 J 贝塔，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了？ 这个 J t h 它不是等于这样一个东西吗？一个咱们的预测值减去一个真实值，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平方项嘛。那么首先啊，对于一个平方项啊，咱们可以把它就是说对于一个矩阵来说，一个平方就是。 相当于这个矩阵的一个自身的转置再乘上自身吧，也就是说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引入了一个转置再乘上一个自身来去代替这样一个平方向。前面的这样二分之一啊，咱们还是给它保留下来。然后呢，对于所有样本来说，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啊写成一种矩阵的形式，用矩阵形式呢是更方便咱们计算的。接下来啊。 我们是不是说要求它的一个极值问题了？要求它的一个极值该怎么办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求导的操作吧。首先，对这个式子，我们要算它对谁的导数啊？肯定是对西塔的一个偏导吧？对西塔的偏导就是说，用当前的这个 j 西塔，然后呢，算一下它对西塔的导数是等于多少的。那么首先啊，我现在这里我们看这块有一个乘法的操作吧，它俩乘在一起了。我们需要啊，先把这个乘法的操作给它打。 打开啊，咱们先打这个转制。对于转制来说呀、啊，就是说，啊、呃，这个 x。 啊、呃，这个 x 西塔它的一个转置，再减去一个 y 的转置吧。那一个 x 西塔它的一个转置等于什么？它的转置等于这个西塔的转置再乘上一个 x 的转置吧。这俩还要调换一个个啊，相当于这样调换了一个个的操作。所以说呢，接下来咱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式子啊，一个西的转置乘上 x 转置，再减去一个 y 转置啊，后面再乘上一个 x 西塔，eta, 再减去一个 y 值。 那么接下来啊，要对这么这么一大串子怎么来的？这么一大串子，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相当于把它进行展开吧。它俩先组合，然后它俩再组合，然后它俩再组合，然后最后这个再组合。第一个组合完了之后，是不是一个斜转置乘 x 转置再乘上 x 再乘上西塔，用它来当成咱们的第一项。后面呢，这个它和这个 y 的组合来当成第二项。然后呢，这个 y 还有 x 还有西塔，它当成第三项。后面呢，这个相当于第四项。 咱们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吧。组合完在一起之后，我们就进行一个真正的求导的操作了。在这里啊，求导操作啊、呃，怎么说呢？咱们求导，咱们就不推导了，直接咱们用一个矩阵求导的公式就可以了。比如说在这里啊。 这个 x 转置乘 x，显然它是一个对角阵吧？它是一个对角阵，左边有一个转置，后面是它自身。那它的一个求导就等于二倍的一个咱们这个，嗯、呃，中间这个对角阵照抄下来，后面会把这个西塔给它落下来啊。咱们这块对于求导，咱们就不细说它求导是怎么样算的，直接把这个结果给大家了。右边这个式子呢，还是进行一个求导操作，每一个式子呢都是进行一个相应的求导。如果说没有西塔，是不是说我们这个？ 是的，直接就给他给他 pass 掉了。那么现在咱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求导的工作。完成完一个求导工作之后啊，我们来看，现在得出可以再进行一个化简吧。我们看这块有个转置啊，这个转置我再给它划分回来去，划分开来，它就变成了一个 x 转置再乘上一个 y 值吧，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。 变成这样一个东西呢？它是不是跟前面的可以进行一个组合了？跟前面进行一个组合，它这块儿也添加了一个，嗯，也添加了一个系数二。那么这块儿咱们再写上一个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和二相乘完之后都约了吧？二分之一和二都约了，约完了之后呢，咱们就写出来了这样一个等号。写完了这样一个等号之后啊，咱们就得出来了新的一个式子，新的式子啊，现在来说就是。 一个 x 的转置乘 x 再乘上一个西塔，再减去一个 x 的转置再乘上一个 y 值，那么现在啊，这个 z 西塔它的一个求导是不是得出来了？它的一个导数值了？ 导数值得出来了之后，我们要对这个导数值进行什么？要算一下这个导数值等于零的点吧，因为咱们现在要算的是一个极值点，要算这个极值点必然是导数等于零的，所以说接下来让这个式子等于零，这个式子等于零，咱们该怎么算呢？很显然啊，我们把它进行一个转换嘛。现在我们可以把等号写到这个位置，写到这个位置啊，我们看西塔它等于什么？西塔它等于一个 x 的转置。 再乘上一个 y，后面呢再乘上一个 x 的转置和啊左边，怎写反了啊？就等于下面这个。我们要把这个 x 转置乘 x，它的一个逆乘到右边来吧。乘右边来之后，我们就相当于把左边这个化简了，右边再乘上一个 x 的转置和 y。 那么我也是看大家啊，说一下咱们这个太专业了是吧？但是呢，大家觉着机器学习的核心是什么？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咱们这个课程啊，要考虑到很多人的需求啊。有些同学是希望能够讲这个，讲这些算法的；有些同学呢是希望讲这个应用的。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啊，在每节课都会给大家讲这个原理和应用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咱们之后会有讲案例课程，在案例课程当中，咱们是用 S K Learn 那个库来做案例课。 上呢，咱们绝对不会涉及到任何公式的推导，而是说从流程的角度来说，一个数据，一个问题来了，咱们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？好，现在啊，咱们终于把这个线性回归推完了。这个线性回归，最终我是不是得出来了？这个斜率值应该是等于什么东西了？